请写出意在第一到第四位置的四字词语。放轻松哦，不要自己卡住了。第二题，请作答。还蛮多的，什么什么意的什么？哎，徐凯，那不就不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我觉得站在这边有一种魔力，你只能期待有人跟你一样没答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你快没机会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来，意在第一个字，杨子福想到的是异想天开，异想天开。哎，可是异想天开的意不是那个吗？不是那个怪异的意吗？我写完了，我发现我写错了。天意难违的违不是违背的违吗？李明雪，哎，违背的违。怎么写啊？就是那个伟大的伟的右，对呀，伟大的伟的右边啊，然后一个错步啊。哦耶呀呀！哎呦，看来徐凯你不孤单哦。哎呦，好多人陪你哦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意在第四个字，一心一意。那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对吧，李玉玺？请揭晓。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对耶！我的妙了。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徐凯，好，你非对不可，请出第三题。请写出“情”在第一到第四位置的四字词语。请作答。情在第一个字，这好多哎。你们都写些什么？情在第一个字，徐凯写的是“情非得已”。我不得已的“已”是哪个“已”？是那个“已”。已经的“已”吧？对，哇哦，还哇嘞！从头到尾，你们三个人，你们其他三个只有李玉玺一个在那边修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是一个人傻愣在那边。然后你们三个就一直在自己写自己的，然后一看他写。无情男子是什么？有情有义不可以？哦，对耶。来，情在第三个字，那是什么？你讲一遍。风云情场。他的故事啊，他的故事。情在第四个字，哦，你把它倒过来是吧？所以七情六欲也可以写六欲七情是吧？就是看评审有没有机会。眉目传情，会不会没有一个对啊？请揭晓。六欲七情可以耶，哎，哎呦，就这样，徐凯遭到淘汰。